就讲明林清武在神，又有瘟神之称。据说也曾经出家做了和尚，就讲明秉持着生财有道、乱消无方的经营理念，尽力变成富豪，令后人称奇，故又称之为正财神。就讲明经商成功后，体会到好人太多，金钱非万能，于是独自在峨眉山罗浮洞中修炼，悟化成仙后，被玉帝封为正一玄坛元帅，专门来听取上中上的不法之道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，欢迎收看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。武财神赵公明的故事，上一集咱讲到赵公明甲家后温木兰冤家，温木兰一去了后，连包袱啊拢无整理，就离开了财神庙啊。赵公明怪罪温木兰乱自卑，凊彩散财来救济，但是严格讲起来，温木兰嘛无唔对，财神无必要去派信徒的因果，神明一向是慈悲的，未去选择信徒，知道好人，无爱道歹人。对信徒第一界的祈求，完全是采取信任的态度，先解决信众即卖困难，以后的代志就靠家己去努力啊。温木兰离开了后，赵公明深深反省家己。因为家己不是做了真好的财神，才会予不法的信徒有厘头难谈，所以开始生起退转的心，准备要去深山内底修行，卖阁过门俗事。人一旦长时间工作落来，总会有倦怠的时候，更何况是新鲜。其实人一生是一线之隔。人到了命中的时，两脚一寸，双手一摊，就一命归西。有福报的就升天做了神仙。人有七情六欲，神仙也是同款。赵公明的心生倦怠的原因有真多，其中一项就是伊家己认为不如比干。比干是一名读册人，有的是丰富的文采，在理财上也真有一套。家己只是一介的武夫，靠的只是蛮力甲运气。拄到耍财的生意人，无法及时洞察伊的犯案动机，才会连歹徒有机可乘，造成众多无辜百姓受害。赵公明对姚孝叔说。牛皮乃贫困之根源，无知系差错之缩缺。人之所以贫穷，就是因为册读得少。你无读册，就无法度能翻转未来，所以才会来祈求财神相救。赵公明叹了一口气，讲：其实说穿了，财神爷就是家己。能不能脱离贫穷，拢爱靠家己。自助离休天助也。姚孝叔也深有同感，应和赵公明的话讲：“未必金玉满堂便是富贵，无定着斯文玉彩堪称荣华。”姚孝叔的话中暗中着褒扬比干的意思，但求公不以为然的讲。众生拢是贪婪的，因缘果报拢是家己造就而来。咱做财神，只要做好家己的本分，个人造业不人担。如果这业报拢爱财神来担，那我第一个去向玉帝施职。赵兄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就跟你去。就算是出家修道，我也奉陪到底。赵公明低头不去。收拾好包袱啊，准备要回去峨眉山罗浮洞。陈九公范光明打消念头，
对于打气讲：“在神庙需要你，中路元帅若是离开了，那以后什么人要为阮做开路先锋啊？”赵公明过去看不起文人，其实是家己的心内自卑心在作怪。赵公明虽然少年的时阵读几年啊汉儒啊字，但是后来为着要赚钱，甲册本距离愈来是愈远，就连跋筊嘛是用上界戆的方式，竟然戆甲用家己的性命来做教本。甲文在寅比肩之间的斗法，虽然是赢，嘛是无外光彩。若是胡神出兵来相助，恐惊嘛赢未过比肩。如果比肩提出疑问来斗法，家己一定输甲土土土。赵公明语重心长，对其他的在寅讲出心内话，精神的财富才是上界固定的言下之意。赵公明要替阮山林闭关修行的计划，已经是渐渐啊确定啊。赵公明对大家讲：钱搁较济，总是永远的一日。只有透过精神财富转化成的物质财富，才是最长久、最有价值、最值得珍惜的财富。你要创造精神财富，由于文人息息相关，文人的道观，精神财富的道观，这是一个事业兴衰的重要因素。今后我要再为文在寅、武在寅这种无为的争端而互相对立，文武在寅应该分治，各自为百姓谋福利，天下的灾情不是咱五位财神就能管得了。土地公、土地婆、文财神，只要因有利百姓的生财之道，都不能吝啬，爱勤劳享受，协助百姓早日脱离贫穷。赵公明又对众财神讲：若是将天下的财富比如成一百个琵琶，天下的凡人就如同一百个和尚，如果平均分配，一个人分一粒，人人拢有米饱通食，真啊亲像真合理，个个皆大欢喜，每一个人拢有米饱可以食。事实上，这是不合理的，因为人有勤惰之分。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分配财富，应该是鼓励大家都可以精进，制造更多的财富，在依照勤劳的差顶来分配财富，才是合理的做法，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。赵公明这番向舅舅去暗暗的话说完之后，其他的财神相当的振奋，大家十分的欢喜，想讲赵公明要留下来与大家做伙打拼。无想到事隔一日，赵公明突然间消失。赵公明不告而别，离开了财神庙，独自一人走回去峨眉山罗浮洞。赵公明回到罗浮洞，在洞口堆满石头，将家己封闭在洞内，只留一个小洞，让日头光照入来。赵公明与世隔绝，闭关起来，开始潜心自我修炼。无多久之后，赵公明便羽化成仙，正式回到天庭向玉帝报道。五财神赵公明又称五路财神，是民间人见人爱的财神爷。他秉持生财有道、赖账无方的理念，教导商人要诚实信用，交易公平，童叟无欺，才是经商的王道。赵公明从一名乞丐翻转成为一名大企业家，他教导世人财富不是外求，是要先从守成开始，因此本身就是自己的财神爷。乐于布施，否极泰来，你若运开，财神自来。请勿持封神榜神的传说节目制作，
划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之前有说过，赵公明的原型正是王母娘娘用北方的玄武石加上水气所化成来，这个灵气经由文鼎王的肉身来降世，然后又转世投胎。赵公明悟化了后，灵体自然爱回去天庭。赵公明在凡间接受考验了后，回去天庭马上被玉皇大帝召见，玉帝感念伊伫凡间所处建立了大功，特别温存伊，唔免阁回去凡间接受考验。但是王母娘娘有无同款的看法？王母娘娘向玉帝禀报：凡间苦难偏济，如果财神从此无爱阁去凡间，那安呢？这个苦难的众生要如何是好？确实，王母娘娘的顾虑是对的。玉帝陷入了苦恼，是不是应该让赵公明再度去凡间度众呢？一直到了东周末年，天下动荡不安，所以玉帝又搁派赵公明下凡度众，搁一摆扮演解救众生的财神角色。赵公明悟化之后，有很多故事流传下来。据说赵公明曾经出家做过和尚，若依照历史来看，佛教是在东汉时代才传入中土，在商周时代根本无佛教。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有道教的雏形，道家修道也有所谓的出家在家，因此赵公明应该是出家修道，但未当讲是做了和尚。也有此一说，赵公明不断投胎转世，曾经在某一世中是出家做了和尚。姑且不论伊究竟敢有做了和尚，但是为伊的晚年悟道，开始追求真理这段过程中，可以一回赵公明的思想，发现佛家思想有不少相似的之处。赵公明悟化之前，在罗浮洞中闭关自修，参拜到财富是短暂的，唯有精神的财富才能永久。在水门地时，传说赵公明顶五运神到人间降下瘟疫，因此赵公明又称为瘟神。伊明明是财神，为什么会变成瘟神？这道理真简单，因为人间贪乱，作恶多端，赵公明化为鬼帅，专门在人间传播病毒，最后被张天师所降服了。赵公明一生的丰功伟绩，在道教的金龙如意仙丹真经中有记载。金龙如意仙丹真经又称五罗财神经，伊分为十章，在第三章角色文中有提到：人出世靠天体，胎母气化天真，有意识在耳波贯通气入天气，地念体明礼仪，开窍门合文修，有地灵胆识无分神恶，金珠切金密血，乌白刀两分明正因果，分道明享人生。为这一连串的经文当中，教导世人为乖乖对待，到开始学行路读册，就是爱学会晓明辨是非，了解因缘果报，才会当真正享受人生。中国神仙众多，但会当停留在出海的并无偌济。赵公明则是相当的奇特。《出海》上说，
财神相传姓赵名光明，真是得道于终南山，得到尊为正日玄坛元帅。其中上乌面龙手，头戴铁冠，手执铁鞭，坐骑黑虎。传说令柯雷夜殿度温良灾，主持公道，求财如意。由于出海这番介绍，佮加上这二十集的故事介绍，相信看官恁对财神赵光明有了更清楚的认识。自古以来，财神是世间人日常生活中受戒受欢迎的神明，每一个人拢期待受到财神的看顾。财神的种类有分文财神以及武财神，分别掌管世间人的正财和偏财。以佛教来讲，譬如讲药师佛、韦陀菩萨，在民间的信仰当中，拢归为正财神。伊会当保庇平民百姓的职业顺利高升，或者是事业兴旺、一帆风顺。在道教的方面，有关财神的神明真多，譬如讲关公，伊是武财神，嘛是正财神。另外一尊就是一般所熟知武财神赵光明。在民间的信仰中，不管是求正财或者是求偏财，拢会去拜赵光明。多只有提到求正财以及求偏财，注意偏财，就像是投资股市、购买彩券，或是统一发票兑奖等等，拢归类在偏财。虽然大多数的人认为正财比偏财来得重要，但实际上祈求偏财的信徒也是真正不少，因为偏财的效率要比正财来得较侪，所以想要投资效率的人多半拢会来拜赵光明，祈求赵光明指点门路，或者是明白，好让自己的财库补甲甜甜甜。自古民间就安尼传说，英雄离神仙的距离相近，有所谓“英雄挥手即神仙”安尼的说法。严格来说，神与仙是有差别的。老祖宗认为，由天上来的生命为神，由凡人转化而升天的为仙。换一句话讲，由天而人者为神，由人而天者为仙。至于有所谓的天人合一，是民间所流传的三十三重天外天，九重天外有神仙，神仙拢是凡人变，只怕凡人心不坚。不管是神也是仙，这拢是由人口耳相传，一代一代连转延续落来，其中的穿插互惠，也就无法度从中去考究。财神文化影响了古今中外的人民，因为财神在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生财积财的神仙，自然对于是毕恭毕敬，丝毫不敢有得罪冒犯之意。民间认为所谓正财神就是赵光明，有的所在在财神赵光明的年月上印有月字，称为月财神赵光明，奉为正财神。而文财神有比干范蕊，即关公称为武财神。赵光明掌管天下财富，是专属人间财富之神，因此称为正财神。赵光明在《封神演义》中称为赵玄坛，在《三教苏神大传》中称之为赵公元帅，或者是黑虎玄坛。与张奎是同乡，拢是陕西终南山人。
说起赵公明这尊神祇，有人称为赵玄坛，黑虎玄坛、赵元帅，或是赵公元帅等等的称呼。伊原是道教的护法神之一，道教是奉为关将神，而民间将伊奉为灾神。为什么会将赵公明奉为灾神？这是根据《封神演义》所记载，因为伊的扮相是一名武将的模样，头戴盔帽，身披剑甲，一副威风凛凛的神采，让人生起敬畏之心。民间以农历三月十五日为赵公明的圣诞日，有不少人在这一日会去庙内拜拜。但绝大部分信仰财神的信徒因在农历正月就会去庙内迎财神，希望在一开春就把财神迎进家门，安尼家内就会当一几年拢财气亨通。其实这一点啊，拢未违背替神明做生日，这是保财库的加强版。只要神明一欢喜，就会当金银财宝满天堂，礼数是嫌少无嫌多。对神的心意就是爱做好做满，千万大富不得哦。有关神仙的思想，在民俗的文化解说中，有历史的故事，也有民间信仰的传说。伊亲像是真的，嘛亲像是假的。在民族记忆的长流中，流传了三四千年。如今甲观众来分享，最终的目的是爱照着人物的故事，进一步去效法伊的精神。就亲像赵公明所体会的精神的财富，才是上界长久的财富。一世人无用走纵，是为着什么呢？不是为着要追求财富，是为着世间留下珍贵的脚步，以及重要的文化资产。这才是永远无变的价值的所在。选择虽然坚定，也有起价的时阵。文化的资产才是无价的宝藏。武财神赵公明的故事，就为你宣讲到这圆满结束。感谢你的收看《封神榜神祇传说》，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武财神赵公明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人与仙是一体两面，在世的时候是人，往生之后就成了仙。但是由天上下凡的仙人成为神。赵公明是神也是人，因为他的元神是王母娘娘用北方的玄武石所化身来的，借由人体投胎转世。既然有肉身，就会有工作疲倦的时候。赵公明萌生退役，不想再去过问世间烦恼的事了，准备好包袱要回峨眉山罗浮洞闭关修行。但其他财神一直劝说赵公明要留下来，再为百姓散财救济。民间信仰的财神相当的多，赵公明认为谁都可以取代他，所以才有闭关的打算。赵公明担心百姓如果不努力工作，一昧的祈求财神爷帮助他，这是不对的。赵公明说，财神不远求，自己就是财神爷，跌倒了自己爬起来，如果自己不愿意爬起来，再厉害的神仙也救不了你。百姓愚昧的信仰让赵公明很失望。赵公明过去瞧不起文人，认为扫奸除恶才是真正的财神，怎么知道财神也有疏忽的时候，把钱财赐给不法的生意人，让他做出危害百姓的事情来。赵公明自己认为他自己是读书读个不够，才会世人不清，所以决定闭关修行，不再过问俗事。
赵高明羽化成仙之后回到了天庭，玉帝准他不用到凡间历劫。可是王母娘娘认为人间的劫难很多，必要的时候还是要下凡历劫。直到东周末年，赵高明再次下凡解救苍生。故事说到这里，谢谢收看三分钟聊赵高明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五财神赵公明又称五路财神，是民间人见人爱的财神爷。他秉持生财有道、赖账无方的理念，教导商人要诚实信用、交易公平、童叟无欺，才是经商的王道。赵公明从一名乞丐翻转成为一名大企业家，他教导世人财富不是外求，是要先从守城开始，因此本身就是自己的财神爷。斗鱼不施否极泰来，你若运开财神自来。请勿持封神榜神州传说节目制作，划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